这个方程组它解释 s 等于 y 等于 b 等于负一，这里反过来就要去干嘛？把 a b c 算出来行不行？那怎么办？麻烦你以后你就直接把 s y b 带进去嘛，把 s 用一代 y 用一代 b 用负一代，变成 a 加 b 减 c 等于负二。这也是一样 s 用一代。 对吧 ？x 用一代变成 b 加 c 显 a 等于负四。这边呢 ，s 用一代 ，y 用一代 ，b 用负一代变成 c 加 a 减 b 等于六。麻烦你年龄学多少 ？a、b、c 再行不行？好，告诉我，来怎么算？你要消还是消 b 还是消 c？都可以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个题目整理好一点好不好？ 把它写成 a 加 b 减 c 等于负二，负 a 加 b 加 c 等于负四，a 减 b 加 c 等于六。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好，开始来举例。来，你要消 a 消 b， 我们消 a 好不好？直接把这两个相加没掉，就直接得到2 b 等于几？负六，有看到吗？ 所以说，我这边直接把这两相加，一消 a 时，刚好 c 也消掉，所以2 b 等于几？负六，所以 b 就是几？负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这时候把 b 用负三带进去，b 用负三，负三一外加三，变 a 加 c 等于一。b 用负三带，减掉负三加三，移过来 a 加 c 等于三。麻烦你再去求多少？ 求 a 和 c 好不好？ 相加没掉， 2 a 等于 4，a 是 2，c 是几？一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选项，题目求多少？题目第一个，他说求 a 乘 ba，a 乘 b 等于几？6对不对？错，应该是负6。b 选项 ，b 乘 c，b 乘 c 就是负3，他写3错。c 选项 a 乘 c 等于2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答案选几？选 c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然后把这题看一下。